兄弟们看一下啊，自己就往杆上跳，给杆就上，看没看到，老铁们？喜欢那个户外那个鱼鹰鸬鹚捕鱼的啊，点个小红心啊，看听不听话？直接拿个小竹竿往他脚前一放，他就上来了啊！我们马上要出发去捕鱼了。这个鱼鹰啊，能在水底把那个几十斤的大鱼都能捉得上来。想看我直播的老铁，赶紧点个小红心，右上角加号一定要点上关注，我就能看到我直播了啊！我把大号圈底下了，大号正在直播中，双击关注看直播啊，非常带劲，非常精彩的啊！双击，看一下兄弟们啊，我们的队伍要出发了啊！一个船上有个二三十只啊，四条船将近一百只这个鱼鹰鸬鹚啊，一天去那个微山湖里面，一二十斤的大鱼大黑鱼能捉个几百上千斤，看没看到兄弟们？队伍特别特别壮大啊！喜欢微山湖那个鱼鹰鸬鹚捕鱼的兄弟们啊，点个小红心啊，右上角加号点上关注我看直播啊，马上出发，我把大号圈底下了啊，关注我的大号正在直播中，双击老铁们啊，关注我看直播。兄弟们看一下啊，我们的队伍要出发了啊，看没看到？好不好看？漂不漂亮？想不想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微山湖鱼鹰鸬鹚捕鱼的这个文化呢？兄弟们看我们强大的队伍啊，一天做个几百几千斤那个大鲤鱼大黑鱼啊，一只这个鱼鹰就能把几十斤的大鱼都能捉上来。想看我直播的老铁点个小红心啊，右上角加号点上关注我看直播，我把大号圈底下了啊，大号正在直播中，点击下方的大号看直播啊，双击。兄弟们看一下，上货了啊，这两只那个鱼鹰啊，逮到一条这个三只鱼鹰啊，逮到一条大鲤鱼，这个鲤鱼有个五六斤吧，老铁们，纯野生鱼啊，喜欢逮鱼的点个小红心啊，右上角加号一定要点上关注我就能看到直播了，看牛不牛就完事了啊。我把我的大号圈底下了，关注我的大号正在直播啊，我的大号正在直播，兄弟们加号点上关注我啊，做几十斤的鱼都不是问题啊，双击。上货上货啊，看一下看一下兄弟们。鱼啊。小鲤鱼，喜欢的点个双击啊，右上角加号点上关注我看直播，漂亮啊，上来了，看完了，看他逮的啊，前面前面我也撑着，看看看，在这儿在这儿，哎，要跑要跑，哎，在这儿呢，没跑，水下啊，好，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我去，这个漂亮漂亮吗？老铁们点个关注看直播啊，太带劲了，哎呀，右上角加号一定要点上啊，关注我就能看到直播了啊，看一下啊，上鱼，老铁们，小鲤鱼啊，全是金黄色的野生鱼，这四个逮的啊，看没看到？微山湖里面啊，双击关注看直播啊，加号点上就能看到了。看，在这儿呢。上货，后面还上了一条啊，这一条在这儿，兄弟们，也是鲤鱼啊。还想跑？上货了，双击关注看直播啊，一望无际的微山湖，右上角加号点上关注我能看到直播了啊，进来的兄弟们看一下啊，上货了上货了啊，喜欢这个鸬鹚鱼鹰捕鱼的点个小红心啊，右上角加号一定要点上关注我就能看到直播了，这条鲤鱼大鲤鱼不小啊，我把大号圈底下了，关注我的大号进来，兄弟们看一下啊，微山湖上啊，夕阳西下了，看没看到，这是我们的鱼鹰还有这个鸬鹚，看没看到兄弟们，这是我们的队伍啊，一个船上有个二三十只，将近一百只啊，四条船，看没看到？喜欢那个鱼鹰鸬鹚微山湖上捕鱼的，点个小红心啊，右上角加号点上关注我看直播，看一下，好不好看？这是捕的鱼货啊，大鲤鱼十几斤啊，都七八斤了。双击关注看直播啊，我把大号圈底下了，每天大号啊，开启直播，关注一下啊，看直播，老铁们。兄弟们看一下我们的队伍啊，这一个船上有三十多只这个鱼鹰啊，在那个微山湖里面做一二十斤的大鲤鱼二三十斤的大黑鱼都能做得到，这一只就能做得到啊，从水底下把它给咬上来，然后我们又抄把它抄上来，想看我直播的点个小红心啊，右上角加号一定要点上关注我就能看到直播了，看一下兄弟们，
好不好玩？一个杆子直接就把它挑上来了啊，特别特别听话啊。喜欢的双击关注啊，我把我的大号圈底下了，关注我的大号看直播，这是我们的队伍啊，把大号圈底下了，关注大号看直播啊。